时期翠青都在忙什么？什么？你翠青都在忙什么？拍什么？我你差不远。我们跟惠子讲话要很小心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嘛，芦荟汤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惠子心根本不成立。你要感谢 Tony Chan， 我们芦荟鸡汤一走红一上爆，对不对？一组这个团，不是。欢迎收看《分手擂台》。Oh my god！ 哎呀，惠子姐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想念宪哥，当然有了。今天跟你老公一起来上节目，对啊，对啊。帅耶！那王世贤已经不是你老公了。演艺圈最早的 CP 是这一对。对，我都忘了。他小钟哥是百搭的啦，对，什么都百搭。那个惠子姐最搭。对对对对，其实他还不错，人很好。对呀，对。把他当做那个王世贤。哎，对对，他比王世贤帅了，你看。小钟哥没有福气。哎。去搭到一个那个什么魔王，是不是？我们啦啦队的啊，龙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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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是啥？惠子姐、翠青都在忙什么？什么？你翠青都在忙什么？拍什么？我你差不远。我说你最近都在忙什么？忙什么？我们又没有忙什么，我都把关在房间听歌而已啊。听歌，听歌。最近会都在唱什么歌呢？黄义林的歌曲啊。哦呦，黄义林，黄义林，蓝色啤酒海的。黄义林，黄义林，他以前啊，他以前很会唱那个。六首啊不？难怪有兄弟呢。是，唱唱唱，来来来。难过的想你呢，想我无，这句像你句无连络。难过的想你呢，想我无，还是我真心的沉默。好的。好，来来来，再来这一组要好好介绍一下了。重磅重磅。啊，林嘉玲，来来来来来。我是芭比强，我是你，我们这队叫芭比强你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有首歌想要送给你啊。什么歌？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的第一集了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翻版题，一题500块钱的奖金，出题。人都需要有能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记忆点。是惠子因参加《分手擂台》成名，口头禅 Oh my God 以及去哪都抱着布偶狗 Baby 的形象烙印人心。对，请问哪一只是 Baby？ Baby， 也是很经典。哪一只是 Baby？B， 哎，惠子可以选答案，不要给他们看到，不要给他们看到。C， 惠子姐，好，他是哪一只？好的，三，哪一只？二，知道了。一，请举牌。这个很明显的啦，对。好，一二三，请亮答案。来，一二，来，请亮下答案。还可以亮答案，来，惠子，哎，落后哟，你写错以后，就是，好，正确答案就是 C， 没错。而且他今天有带他的 baby 来了，真的，有眼睛。他三只都缺一个眼睛呢，没有，一定是不，没有，你要看嘴巴鼻子有没有，要在这里有缺一颗眼睛啊，那个耳朵有没有独眼狗啊？为什么都会少一颗眼睛呢？分手擂台那只丢掉了啦，这只新的啦。啊，分手擂台那只娃娃狗已经眼睛死掉了，所以这只新的眼睛要给它挖出来，就等于分手擂台。哦。联系，有联系，是那搞到那个眼睛还会死掉，眼睛死掉了，对，是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从秀场时期就流行把歌曲改成歪歌，改歌能力也考验着主持人的反应力。
请听音档。啊，你是邋遢鬼，啊，你是肮脏鬼，今夜又是你要出现的日子，我干脆先来去死。请问这是由哪一首歌改编的歪歌？我知道了。 A 旧情也绵绵， B 海波浪， C 情难忘。三去死，二一举牌。好，一二三，请亮答案。小姑娘呀，诺哥会唱对不对？来来，怎么唱？这好像是这歌他们编的。准备歌里面呢？对对对对对，不知道，我们直接听听看，好不好？来，顺哥，哎，好。工作环境，然后底下那个观众笑开了，很好笑。对，没有谐星，顺哥最会改这一种。对对，很好笑。这地球上没有谐星日子怎么过？对不对？惠慈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对呀。对呀。小心点。王世贤。哎，后来有遇到王世贤吗？没有啊，你说你要请王世贤来都没有。有，下次安排一集了。我后来请他来的时候，那一集你刚好没空。我想跟亚当跟我讲呢。对啊，你到现在还是在爱着他。都请不到他呢。那他拍的电影你都有看吗？没啦，漫画还六款不？脚头，脚头，脚头了，脚头还是很帅，对不对？当然比你帅了。不要生气啊！不会，你在这里啊？我在这里对啊，惠慈童言无忌，而且你们跟惠慈讲话要很小心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嘛，芦荟汤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惠慈心里不成立。有短暂组一个团体叫芦荟汤，芦荟汤。可是我是被那个 Tony Chen 骗去的。哎，怎么说骗呢？没有，你没跟我讲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是。利用记者会，然后把我骗去做要组这个团体。如花，你要感谢 Tony Chen， 我们芦荟鸡汤一走红，一上报，对不对？一组这个团。不是。欢迎收看《分手擂台》。一点不亮，话不说不明。是，今天要讲清楚，当事人之一惠慈，你怎么说？对，当时有告诉你芦荟汤的事情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有没有那个有翻译吗？有翻译吗？我当翻译。是，你说，板哥，你要不要来这里？我爱的冰秀，鲁花，你来这里。再去我们去。好，一人站一边，一人站一边。好，开始。我跟你讲，非常的难。是很难。我们的，我们也很难。我站在中间，我也很为难。我所愿，我讲给你听。我所中旁人，你又这个一黄两后，对不对？一黄两后。我们芦荟汤，他们两个不合。你知道吗？但你刚刚讲芦荟汤，那你又说有芦荟鸡汤，到底有没有鸡？有鸡，有鸡，芦荟鸡汤。我跟你讲，有鸡，真的有鸡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而且还很大只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那时候请记者的时候，你并没有跟我说记者两个字。我们今天比赛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我跟你讲，两个很好来，来你们两个人握手啦，拜托啦。不是，他是要告你，他跟我握手。是你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好，两位，以后两位老死不相往来了。是。